那你别忘了，你的把柄还在我这儿吗？如果我把这一切告诉夏冉冉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彭总，对不起啊，我那天不小心把他打坏了。陈罗有个朋友正好会修，所以我才拿过去的。冉冉，这里面还有一卷胶片，你回去记得看。邵明哲，我知道你一定也会看，但是我陈诺不会用那种胜之不武的方式跟你战斗，所以今天我正式告诉你，我爱夏冉冉，我非常爱。